那我们再挑战多一次同志机械人偶吧，Let's go！张博凯，感谢继续哟。哇，从牌组中移出一张牌，随机获得一个遗物，随机获得一个普通礼物吧。啊，他给我皇家的抱枕，可惜。哎，我不是。对啊，进阶模式一，为什么那个精英怪好像特别的？我刚看一下地图，我想说我是不是没有开到 ？OK，Let's go, baby。地精，给你啊，给你，然后你就给回我。OK，所以我们先丢副本，造成5点伤害，然后加入我们列队。我觉得啊，打击 OK。我刚刚说什么来着？哦，我觉得啊，就是我们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拿一大堆的牌，然后全部都给它变成那个方法的形状之类的。但有一个很大问题是什么？那我那个打击跟那个防御要丢掉，而且我们拿的牌要打击跟防御都很平衡。每只只有16滴血，我玩过一次，真假的？像这个暂时防护可以先拿，总之防御牌要有。优化其实我真的觉得很不错哎。然后我们有构造哎，我就拿构造 CP 值会比较高一点。OK，所以我们现在是有两张攻击牌，两张防御牌，尽量让它平衡，尽量。他每次给我这种瓶装代码，我就很想拿，你知道吗？拿吧，瓶装代码不拿白不拿，你说对不对？他首个草位会获得5点，那我就去拿你了。OK，滚。这人肯定先格挡，不打。哇，吃了个死下，吐了吐了。先把两张打底，不太想要呢。孙子兵法不用，孙子兵法其实还好。搞搞。邪教肯定先打，跳转。副本，我们又偏好一张牌，两张邪教，我觉得可以耶。副本跳转，再打哈，再打哈，邪教也先打，防御打哈。我要被打一个死下，我真的很惨哎、欸！
我觉得复制贴上可以先拿来玩玩看，主要是我有点看不懂它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哦，有圆球召唤，可是拿不起来，哦，好可惜哦。算了，再见。怎么是打你嘞？再见。哦，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吓死我，我要问我会死。下一张偏马牌，偏马两次消耗，我觉得这可以先拿着。像先丢这张有没有？然后偏马两次。哦，呀，再让我看多一次它的说明。但它这样子的话，会吃了两次吗？分离器可以先拿。哎呀，我是走错路了，没有没有没有 ，OK 好。分离器不能丢，现在分离器可以丢 ，OK。分离器要放在中间，有点麻烦，但是我觉得 OK。自己先休息。偏马方法获得保留，其实我觉得不用保留也 OK 耶。我们会需要保留吗？可是还有隔挡，我就有点想拿它，你知道吗？本就这个吧根本注定要被打，欸，惨。跳转先丢吧，我就与其拿多点牌，不如先把那些那个没有用的打击那一牌丢掉，会不会比较好一点？都不要，又是中毒。这边不喝药水不行，会被打到。那个中毒真有够烦啊！我这边应该要丢玉仔，OK。 但东西做得好的话，
其实蛮好打的、欸、我就拿贤者姿势好了，我还是比较不习惯有状态牌在我那个卡牌之中，我就会觉得很麻烦。娜娜喵已失智，请各位注意一点。我前面有商店吗？前面没有商店的话，我们不要拿。前面商店，哎、欸，我真的觉得我地图很精英很少哎、欸，他确定还有放很多精英吗？我上一场好像只打两个精英，我现在也是只打。你在搞我骗？我还在想我要怎么打，对不起。无效化。其实我觉得加固真的还好，无效化其实可以拿一下。一下。不是啊，我是精英耶。可以拿，最大生命值，先打碎再说。其实抽两张牌可以拿。哦，好难打哦这一场。他就这样被我打死了，虚弱。中指斧，我觉得可以先拿哎、欸。我这边是不是要休息一下？我看一下。是，我觉得我需要休息。中指斧，我们之后再弄好了。就这边区都还好，将并列首张牌加入下两个并列，这可以拿着，或者一张牌就好了，不用太多，谢谢。中指斧吧，被打一个五下，圆球无效化，副本满腹调节，中指斧，
我没有分离期，默认行列为空，好，了解。哇，有够难打！编码只能抽一张牌哦。哦，编四是丢上去的时候还会抽一张牌，我就剪技可以拿。先预载，剪技，这两张都可以用，算了。无效化。我先割挡。OK， 分离器肯定先丢，了解。中指符，跳转。不要刺欸，刺伤害。OK， 默认队可以先丢。这边先格挡吧，没有办法。再不格挡，我觉得我就要死了。头好痛，副本，复制贴上我觉得不用，种子符吧。元性召唤可以先丢。我先打出这一张，我够格挡的话，我就先打出这一张。哇！我当你做的牌做到有点不美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怎么打掉都有点头痛了。分离器，动之符，元勋召唤，完美。哦，他这张卡叫完美耶！等一下，好符合哦。默认类，默认类其实可以。打击，剪技。打进拿掉没有用，这边丢中指符不太优，不丢，转浪，这边不能丢中指符，再打哈，你看，完美。OK。不拿。邪教，预斩，无效化，剪技 ，OK， 这边我们先丢防护，
这一张分离器，调节性能终止符，啊，差一点就死了。我喝这一个，我再丢这一个，我才不要吃那个二十一下哎、欸，谁要吃啊？我笑话，我觉得可以先丢。内战。邪教攻击，复制贴上，防护，带剑，打击。中指符可以打这张，丢一个中指符上去，邪教先打，再见。邪教要增加他的那一个攻击，所以不管怎样都还是要加上去。我觉得这个可以拿、欸，他有的保留的话其实可以拿、欸，其实这个也不错哎、欸，可是还要两点，他两点，但我觉得可以拿 ，CP 值还算不错。你怎么地上那么多蘑菇呢，这位大哥？我扔内心丢。OK， 这边我要怎么选择？我先丢一个暂时防护好了。蘑菇是什么啊？暂时说蘑菇 ，OK 好。啊，你还会召唤蘑菇？不要啦，大哥不要啦，大哥。这边我们就先加这一个，先把它召出来。然后这边我们先放一个分离器 ，OK。为什么？我跟你们说啦，这里我就先撑一回合，我先造一个完美出来。OK， 这张牌打两次。我这张牌打两次没意义啊，他都可以保留。这张牌打两次的话倒是有意义。你看完美就出来了，可是我没办法打出去。笑话，这一张，这个不要，完美。哦，我们来可以看看我们大家打什么牌，这个就是一个，假如说怎么说，就我们的保险牌呗，好不好？保险牌，我们有一张保险牌。好，保险牌要打了，保险牌再不打的话我们要死了。现在人真凶欸。完美，再见。哎呀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原型召唤其实哪都一张，我觉得 OK 耶。只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对，我们需要更多的那个比邻比邻。美霸的修士应该 OK 吧？只要打稳点，真的要打稳点。哦，终于看到一条路可以打三只 BOSS， 哇，我眼泪快飙了，我的妈 ！Cool， 可你。可你知道他这条路变成什么样吗？各位观众，
你要嘛打 boss， 你要嘛就打伤人，你只能二选一。我当时选择打 boss 啊，废话。公子服上去吧。啊，又是无色牌。我最近觉得五色牌其实还好一点。啊，这不错啦，这不错啦。打击拿去，打击拿去，打击不需要。Let's go。终止。不太需要终止符啊，随便啦，可以啦。我妥协了。这波再加偏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对耶，强化加偏马的话，就变成说它可以放两次哎，各位观众，逻辑思考正确，对不对？机械臂可以先拿着，药水。性能比邻比邻一下，这边我宁愿丢一个终止符啊！我这张牌烂了。我这把牌烂掉了，烂到我不知道怎么打的那一种感觉。跳转，加上这一个可以分离器，终止符。无消化，这边不可能放终止符啊，对不对？OK， 抽两张牌给两个异伤终止符，我先把邪教的牌打出去。哇！哇，我可以抽很多牌耶，等一下。加固其实也可以拿吧。起初觉得他们很烂，但是你就是去想一想，就觉得说，欸，这张牌其实也可以用。我们也其实也可以走这里，这也是可以打两只 boss， 那边也是可以打两只 boss。但这边不同是我可以再强化多一次。Let's go baby。合并邪教终止符，每次用是加四还是下回合加一？合并邪教终止符，每次用是加四还是每回合还是每一下加一？他这个我真不懂哎，他这个是他这张是你丢进去他里面的时候才算，他在外面的时候不算，你明白我意思吗？就你现在丢进去，他就会变成二十，因为他在里面的。然后就会变成二十，你打出去的话，它也不会增加，它应该是这样算才对，如果没看错的话啦。然后每次打完自己之后，那个 BGM 就不见掉了，好讨厌哦。这个吧，跳转。
导师蛇又是什么鬼东西？圆球召唤先丢，分离器。想想哦，自己丢中指符应该 OK， 我觉得我这张牌中指符应该 OK， 加布先，兼顾分割中，为什么是兼顾分割中？OK， 没问题。瓶装闪电，清理可以拿。瓶装闪电，我什么东西要丢去前面？哎，发现吧。抽烟可以移出一张牌，我怎么可能不抽呢？我现在需要把我们的打击什么一大堆全部移除掉。哎，这边其实可以放中指符。我就 OK， 然后先机械臂，试试看吧。哦、oh, ，OK， 获得七点疙瘩，造成七点伤害，获得八点疙瘩，效果获得八点疙瘩。这张牌效果好多我先把它打一打，打哈，哇，这边家都会被打，我的 BGM 又不见了，救我！你要不进几次啊，大哥？爆炸肯定先丢，这个可以拿。抱歉，我还在想我到底要拿哪一个。召唤，分离器。跳转，防护，这先丢。我感觉我我光要做这些牌就感觉头有一点点痛痛的。OK。这可以再拿。
默认类可以丢，这可以丢。先发现，我看一下有什么，这个吧。圆球再丢多一个，打击 ，OK， 再见。啊！移出一张牌，求你了！我打地中要被我移出完了，可我打不赢他，我感觉他来的时间点有点太靠背了。还有200多滴血，然后我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给他打死，哼，你也太看得起我了。88滴血，一回合内打死。我看起来有那么强吗？哎，还真的可以耶！哦，对不起。哎呀，我没想到，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这可以拿。这可以拿，这可以拿。这可以拿。OK， 我现在三张防御牌，我就把我牌组的东西全部丢完了，我的妈！松子符吧。包扎丢一丢，这边中指符先不要丢，默认类分离器，OK， 没问题。我觉得这个可以拿，反冲器可以拿。我调节一下，我发现一下，我拿出来一下。预斩，无效化，防护。和平，再丢两次，清理。先割挡，送带，防护，邪教打击，默认类。中指符，跳转，这先丢。中指符，再见。有那么容易打吗？
OK Let's go baby终觉又到了我们最讨厌的时刻我先丢一个发现然后冲击先转让 OK 反冲器我们肯定先丢对不对送中子符这边先撑一回合至少我们把我们的牌做好了我一张很强的牌应该吧 OK 然后这里我去看看啊我们先丢这一张然后莫归类发作多一点我觉得打谁都一样打后面那只先吧中子符不消化副本好做了两张这边先丢防护没有办法防护分离器 OK 合并冲击可以先丢加固先打死一只防护爆炸他们两个会打我很痛哎、欸，不是我要讲，调节一下性别，这个好，嗯，最讨厌的东西来了。然后更讨厌的是什么？你抽不到你要的牌。等一下哦，我看看。这紧急按钮是肯定按定的，对不对？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我不用按紧急按钮。呼！这先打。OK， 我们现在需要更多格挡。这样可以打两次他、啊、来个中指符可是我没办法这是下回合获得格挡这张55可以再见蓝蜡烛你又给我蓝蜡烛问号不要再给我蓝蜡烛啦蓝蜡烛很危险呢、欸、地宅可以吗这可以买啊我没办法休息啊 shit 我忘记这件事情了是我该打错人了我没有看到那个盾我的问题默认内线丢中指符好
这边，喂，等一下，等一下，我中指符有几张来着？我中指符就有两张、三张、三张。这边送中指符好像有点不太好，自己送中指符反而可以。无效化先丢，默认类这边不丢，这里丢默认类很浪费。我就做一张垃圾牌出来行吧，自己丢默认类倒可以，加固。哈，圆球召唤我有点想要先打出来耶。然后其实冲击加这个是可以，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伤害值。先这样吧。圆球召唤肯定先丢。转让，加一个中指符，再见，再见，干，痛死了。一大堆岁月，别说我看到我讨厌。分离器。这是有机会吗？照理来说应该是有。我已经把我牌组弄得那么美了，还不行的话就真的可以下去了，好不好？欸，拜托，我每一张牌都很美耶，都有防御加攻击。没办法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命了，我也没办法了。图金甲又差一点，哎，天马获得本牌的复制品，其伤害增加两点，无限循环。开始回合开始时获得一个微光射线。简单就是让你的牌越来越多张。蛇蛇欸，我们的金鱼又要先去睡觉了。
好耶好耶好耶，我来了我来了。哈哈，没有妹子，准确影响外观。好难过，没有妹子，我们可以 QQ 了，超难过了。